好，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上次讲到啊，这个《大智度论》前面的赞三宝记，好，那讲到所谓的赞佛记。那么赞佛记啊，我们复习一下啊，智度大道佛从来，智度大海佛穷尽，智度相异佛无碍。那后面是啊，礼佛啊，起首智度无等佛。好，那我们说这个啊，相当等于啊，《阿含经》里面说的，佛是法根，佛是法眼，佛是法衣啊，佛是法根，佛是法眼啊，眼是见证真理的啊，佛是法衣。如果用白话来讲啊，我们可以这么说啊，这个第一个啊，佛是，他是佛为法本，法从佛出，佛是啊最初发现真理的人啊，这是最初从佛来啊，佛从来，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就是能到彼岸的这个智慧的这个法，是佛最初发现的。啊，佛是最初发现真理的人。啊，用白话说了啊，就是佛是最初发现真理的人，所以佛是法的根本啊。啊，那么第二个，佛是完全觉证真理的人啊，佛穷尽啊，究竟真理啊，佛是完全。白话说啊，或是圆满啊，圆满究竟真理的人啊，我们讲圆满好了啊，最初圆满啊，好，是完全好了啊，完全觉悟真理的人第三个，佛是法衣，我们依法啊，那么佛为我们说法，那么我们依法修行得解脱，所以佛啊啊，这个是这里啊啊，这个是这里，好，佛是圆满传授真理的人，这个是一开始赞佛啊，如果我们这样看啊，佛是圆满。那这个穷尽也可以是究竟觉悟真理的人啊，完全觉悟也可以的啊。我是圆满传授真理的人啊，他有四无碍，四无碍智啊，那么持无碍、法无碍、意无碍、乐说无碍啊。因为这样啊，众生依着佛法也可以觉悟成佛。好，那么这个法后来等一下赞法记他就会讲，这个法主要就是在这里说的所谓般若波罗蜜。因为现在大智正是在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所以佛是圆满传授真理的人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上次说的所谓的赞佛记，赞叹佛起首智度无等佛啊，就是我皈依顶礼佛啊。那起首基本上印度来讲，最恭敬的礼啊，就是。我们叫做五体投地礼啊，就是两个膝盖啊，两个脚啊，跟头，用最尊敬、最就是用最尊贵的头去顶礼最卑贱的脚，用我们最尊贵的头去顶礼佛最卑贱的脚，那么这个是最上礼啊，所以这个是表达啊，我
我无比的恭敬啊，那么这个发现真理的，那么觉悟真理的，跟传授真理的释迦牟尼佛啊，无比的无比的啊，就是世间没有人可以跟他等同一样的啊，就是没有第二个了啊，就是我们说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啊，像这个道理。那这个是所谓的战佛记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战法记啊。好，这个我们擦完了就擦掉了啊。好，那这样就比较简单，就很清楚啊。他这个战佛记是在讲什么啊？我们可以说啊，这个法根、法眼、法衣啊，那是发现真理的人，是这个觉悟真理的人，以及传授真理的人啊，这个是佛。好，讲法啊，法就讲到法的体相用。好，我们来看法是什么啊？法是啊，有无二界灭无余，诸法实相佛所说。好，战法记，有无二界灭无余，诸法实相佛所说，常住不坏尽烦恼，其所佛所尊重法啊。好，那这里的法啊，主要也是指般若波罗蜜啊，就前面传授般若波罗蜜的啊，其实一切法都是般若波罗蜜，一切法都是为了啊出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。好，谢谢。那现在啊，那他讲啊，这个我们从这个先了解这个记啊，这个记基本上在讲法般若波罗蜜。因为大智度论就是在讲般若波罗蜜的啊，那摩诃般若波罗蜜啊，那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啊？什么是法啊？好，那么从这个记来说啊，我们可以这样分啊，法有无二见灭无余啊，那么这个是佛所说啊，那这个佛所说的诸法实相。常住不坏啊，诸法实相常住不坏啊，那其实就是诸法实相啊，佛所说的诸法实相就是法，佛所说的诸法实相就是法啊，应该我们可以这么说啊。那他这个法的作用啊，这个是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诸法实相啊，我们可以这样分了 啊，诸法实相就是佛所说啊，佛所说的诸法，这个是我们上一节说到佛所说法、佛所证法跟佛所行法，佛法有这三大部分啊。这第一堂的时候，佛法主要有三大部分：佛所说法，佛所说是从中出教啊，他在菩提树下觉悟的，那么他把真理说出来啊。所以这里我们说道理跟道路。那佛所证法啊，我们叫从中出教，佛所证法。佛所证的就是诸法实相。那什么是诸法实相啊？其实就是缘起无我啊，般若经叫做缘起性空。好，那么佛所行法，我们依佛所说的如实去修，那么可以得到佛所证的啊。那么其实是这样。好，佛所行法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法的内涵。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说啊，这个只是我们说道理。啊，这个佛所行法啊，可以说是道路啊。好，那么解脱道、菩萨道都是这样。好，那从这边来讲啊，佛所说的啊，那么诸法形象，就是佛说他所说的诸法形象，这个是体啊，这个是体。那么体是常住不坏的实相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。啊，就我们把这个佛所说啊框起来啊，那么这个是体，就是般若波罗蜜体啊，写在这里好了啊，般若波罗蜜体，我们用黑的来写啊，这个没有水，用这个好啊，般若波罗蜜体，般若波罗蜜啊，
这个是主要的法。那么一个法一般来讲啊，分成啊，主要从三个角度去看啊。当然你也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啊。那这里从三个角度去看，体、相、用，意思就是波罗波罗蜜的体性是什么？波罗波罗蜜是什么？波罗波罗蜜做什么？做什么用？啊，有了波罗波罗蜜可以做什么？啊，就是波罗波罗蜜是什么？啊，比如说这支是什么？啊，这支起笔，啊，它是什么？啊，它是里面是那一种啊，这个是墨水啊什么啊，那是怎么作用？写字用的，啊，那波罗波罗蜜体啊，其实就是实相，诸法实相。那诸法实相的一个它的一个特性，就是所谓的常住不坏。就等一下我们再一一来讲啊，那就是他的就是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住、法相、法位啊，或是法性、法住、法界啊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再一个一个来说啊，我们先把这个稍微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啊。诸法实相，这是佛所说的法，那么主要在说明这个道理，就是他在菩提树下到底证到什么。啊，那一般我们讲诸法实相，可能是现在我们可能不太清楚，啊，但是如果从阿含经的角度来看，它基本上就是讲缘起无我，啊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啊，这缘起非佛作，非于人作，啊，那若出世，若不出，法性、法住、法界，啊，本来是这样，普遍是这样，啊，那么一定是这样，啊，那这个。啊，常住不坏，不可破，不可坏啊！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说。那它的作用就是，它能够波罗波罗蜜，有波罗波罗蜜，你就能够断除一切烦恼。啊，那《心经》讲的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啊，那它尽烦恼。所以这里啊，我们讲从诸法实相看，那么什么是诸法实相啊？有无二见，那么它的体是常住不坏，它的体是常住不坏。它的相是有无二见，灭无余，啊，就灭有见跟无见，啊，一般说啊，比如说正见如实正见世间即者，不生无见；如实正见世间灭者，不生有见。啊，就是从有无二见灭，那么有无二见底下就包括生灭依义常断来去，啊，这等一下我们再一一讲，我们先大概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。然后再我们再详细来说。好，那么这个所以佛所说的诸法实相，它的体是常住不坏的，常住不坏，我们叫做法性、法住、法界啊。那么它的一个相就是离两边行中道啊，离两边，那两边的代表主要就是有跟无，因为缘起最主要就是离有无两边。那么从有无两边延伸到生灭依义来去，啊，那么就是生灭依义来去啊，那么长短啊就变成八部中道了。那其实就是离两边行中道，离两边然后行中道。那这两边有很多种两边啊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啊，行中道。那这个叫做波罗波罗蜜相。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相，那所以从这个体来讲啊，佛所说的诸法实相，这个是法啊，那基本上就不离开这个佛所说的不离开佛所证的啊，不离开佛所证的。那佛证的什么？佛就是证诸法实相啊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佛所证的就是诸法实相。那诸法实相就是缘起无我相。啊，寥寥说不，《大智度论》里面的寥寥说，诸法毕竟空，一切法毕竟空，方便说一切法无我，啊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么佛所证的就是诸法实相。好，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，那么你证的诸法实相，你有什么作用？这个般若有什么作用？它就是能够断一切烦恼，就叫做尽烦恼。好，那有无二见灭无余，就是除了有无二见，其他
就是第一个有无二见啊，全部都灭掉。那么跟有无二见类似的，因为所有的两边错误的邪见都在包含在有无二见里面，就好像所有的我见都包含在常断两见里面，也可以这么说啊。所以就是灭掉，再也没有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清净了，这个就是清净。那这个是相，就是说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啊？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体是诸法实相，而且常住不坏啊。那么般若波罗蜜的相就是灭有无二见，行中道啊，行中道。那么它的作用就是能够到生死的彼岸。那到生死的彼岸，必须没有生死的烦恼啊。所以叫缘起，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老病死忧悲恼苦，忧悲恼苦灭啊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那么起手顶礼佛所尊重法。那佛所尊重法是什么？佛所尊重法就是般若波罗蜜。这个依般若经，依大乘经来讲，因为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，能出生诸佛。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，能出生诸佛，所以为一切十方三世诸佛所尊重。这个是大智论里面说的。好，所以起手佛所尊重法，其实就是起手摩诃般若波罗蜜啊。那这样佛宝记里面都是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所以说制度大海啊，制度相应啊，那么都是讲制度。那这里其实就是讲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好，那么这个体常住不坏，它就是诸法实相常住不坏。相就是它是有灭有无二见，行中道啊。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净烦恼。好，那我们一一来讲啊，一一来讲。那这个应该这个记看起来就清楚了啊。那第一个赞佛记啊，它其实就是佛法根，佛是法根、法眼、法衣，佛是完全，那佛是最初发现真理的人，所以它是一切法的根本啊，一切真理的源头啊。那佛是见证啊，就是完全觉悟证悟真理的人啊，所以法眼啊。那么佛是法衣，我们佛弟子依着佛所说的法而证到佛的境界，所以佛是圆满传授真理的人。好，那现在来看这个啊，有无二见灭无影啊。我们先来讲这个有无二见，先了解一下啊，有无二见灭无影。这个就是两边见，那么一切的邪见不离开有无二见啊。我们先来讲，先讲这个有无二见好啊。那么佛讲中道法，有无二见就是行中道法。我们讲缘起法啊，先讲缘起中道法好。先把这个佛教比较常见的观念啊，我们先理解一下缘起中道。所谓的缘起法，缘起法基本上是佛法的核心，缘起法是佛法的核心啊，所以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啊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，读那么多经，读那么多论，甚至持那么多戒，最重要就是要见缘起。见了缘起，就见法的核心，就见法的实相。见缘起就见法的实相。见法的实相就决定人出生死。声闻的话就叫做欲流，欲入圣流得须陀洹啊，出果啊。那么菩萨的话就得阿毗跋致，得无生法忍啊。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什么是缘起。你修学佛法不了解缘起，你实际上就不了解佛法，实际上你就不了解。因为缘起是佛法的核心啊，就好像有情是佛法的中心，缘起是佛法的核心。那么谁去证缘起，谁要了解缘起，主要是有情，有情是佛法的中心。那么有情中的人是佛法的重心啊。我们先讲这个啊，先讲这个缘起是佛法的核心啊，先把这个观念先弄清楚。很多人其实没有这种观念啊，缘起是佛法的核心。
所以见缘起，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，佛所说的法就是缘起法。啊，等一下我们再讲缘起是什么啊，就是缘起的相啊，其实就是有无二见，灭无影啊。缘起是佛法的核心啊。那么谁去证缘起，谁是见缘起，谁要修学佛法，重点是有情。佛法是为有情说的啊，有情是佛法的中心。因为有情有三界六道轮回，所以才需要告诉他不轮回的方法。因为轮回会受苦，所以才告诉他不受苦的方法，告诉他为什么会轮回，怎么样可以不轮回。因为佛法就讲两件事，我常常讲佛法就讲两件事。第一个，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，那么再讲切近一点的，我们为什么会受苦，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啊，恒常不断，一次又一次的受苦，一世又一世的受苦，叫轮回。一次又一次，这个苦完了变那个苦，那个苦完了又那个苦，这一世受完了，下一世还是这样，永无止境啊。那《阿含经》常说的长夜轮回，不知苦之本际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，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直在受苦啊。那佛法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受苦，这是第一点的。那么当然前面先要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受苦，现在就算没有苦，以后也会受苦啊，因为你没有办法避免老病死。就算你可以不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，你也没办法避免老病死。我们说过有生命上的，有生活上的这些痛苦，这是生命中的悲哀，生活中的无奈，你没有办法避免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苦，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的。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告诉你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，这是佛法的很重要的核心。那么受苦的那么一定是有情，所以有情是佛法的中心。佛法以有情为本，所以佛叫做觉有，菩萨是觉有情，佛是觉有情，觉悟的有情啊，有情事啊。那么所以这个有情是佛法的中心。那么有情里面有六道，有三界六道，佛法是针对人说的，佛法是针对人说的，所以人是佛法的重心。佛法是针对人说的，这个很重要啊，那很多人不知道。所以佛法是针对人说的，而且是针对此时此地的人说的。是针对此时此地的人说的，叫做契理契机。好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先了解。缘起是佛法的核心，有情是佛法的中心。整个佛法是依缘起而有的，开展出来的。整个缘起是依有情而说的，有因有缘世间起，有因有缘世间灭，无明缘行，行缘事，乃至老病死忧悲苦恼集。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老病死忧悲苦恼灭，都是讲的有情。有情的生死轮回流转跟幻灭的现象啊，其实佛法重点在讲这个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学习，不管你学习什么宗什么派什么经什么论，如果你不了解缘起，实际上你就不了解佛法，你就不了解佛法啊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很多人学习佛法不知道什么是缘起，因为不知道缘起，烦恼来了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烦恼，痛苦来了不知道怎么解决痛苦，问题来了发现不到问题的症结。所以学习佛法最重要要知道问题的症结。如果这个问题是生死，如果是肚子饿，如果是口渴，你要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，解决的关键是什么。他就讲这两个事啊，就是生死的症结是什么，解脱的关键是什么。
生死的真诀是什么？我见啊。解脱的关键是什么？把我见去除啊。那我见怎么来？执着有跟执着无，就从这边来啊，就讲这些哦啊。好，所以啊，我们把这个擦掉了啊，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，我们就把它擦掉了啊。那你们要把它背起来啊。其实我讲的都是比较很重要的东西。好，那么缘起，缘起主要简单讲，缘起简单讲啊。现在我们是简单讲，哎，这整个大智度论，整个般若经，都很多地方在讲这个东西啊。那么缘起，简单讲三个字叫做此故彼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讲这个了啊，此故彼。那此故彼分两个，叫做此有故彼有。此有故彼有，因为有这个，所以有那个；因为有无明，所以有行；因为有生，所以有老死。因为有生死，所以有苦，就这个嘛。我们重点就是灭苦之道嘛，啊，所以好。此有故彼有，一定要讲此无故彼无，就是有苦那怎么样？我们说过佛法就两个重点：我们为什么会有痛苦？我们怎么样可以不痛苦？就讲这两件事，啊，我们学习佛法的人，不管在家出家。你都要知道，我如果现在有痛苦，比如说生病，那我也知道，那我生的是什么病？我为什么会生病？生病的原因有哪些？关键是什么？我怎么样可以不生病？已经生了病，我怎么样把它医好？还没生病，我怎么样预防不生病？我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不生病？可以预防生病，让自己不生病？哎，就讲这个啊。所以缘起不是我们考试拿来写答案。或是我们拿来朗朗上口，而是它实际上就发生在世间，因为世间就是缘起的嘛，叫做什么因果，如是因如是果啊。那么此无故，为什么会有痛苦？这个流转的这个是环面，此无故彼无。你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，那么你是因为你具足了什么样的条件？你想要消除这样的现象，或是想要延续这样的现象，你必须要具足什么条件，或是没有什么条件，啊，其实就是这样，此无故彼无。好，那么一般性的说法就是两种流转的。那么如果讲四种啊，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就是此生故彼生。此生故彼生，啊，或是讲起，也有用起的，啊，那么此无故彼无，啊，此灭故彼灭，啊，就是有无，或是讲生灭。那么基本上从有无说，啊，所以大智论也是有无二见，不是有就是无，啊，包含在有无二见里面。好，那么缘起主要有两种，叫做流转的。跟环灭的，什么是流转？有因有缘世间起，即积聚升起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因为有因有缘世间起，所以缘无明有行啊，无明这个就是无明缘行啊，有时候叫缘无明有行。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缘六路，六路缘触，
畜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起，起缘有，有缘生老病死，忧悲恼苦。啊，生老病死，忧悲恼苦。好，最终就是苦，存大苦聚。这个五蕴生就是存大苦聚。好，那么这里就是无明灭则行灭。啊，那么把无明灭掉了，那么就不会因为无明在造作业。啊，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行灭则事灭。事灭则名色灭啊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啊，生啊老死灭，这个是己啊。无明原行，行原事啊，乃至苦啊自己啊，这个是啊没有，这个就是己啊，这个是灭，生老死灭，生老死苦灭，忧悲恼苦灭。好，那么般若再告诉你。很如实正观，如实正观，这个叫做世间己。啊，如实正观，这个有因有缘，世间己就是这里。啊，因为无明缘行，因为它就是往前推嘛。第一个，先我现在在受苦，有生死的苦，为什么？往前推。啊，那么苦是因为有生，有生必有死，生死之间必有苦，生死之间必有苦，厌憎畏爱别离求不得，啊，叫忧悲恼。啊，然后老病死，那么必然有这些现象，不能避免。即使是佛也不能避免，佛也没办法避免啊，老病死。那么生怎么来的？因为有业啊，我们叫做有未来的存有啊，我们现在就有未来的业了，现在在累积未来的业了，下一生的业了。也许是人，也许是畜生，也许是天，看你是累积善业恶业，就是未来的潜在。有两种，一种是现实的存在，我现在这个无蕴身叫做业报身，叫做业报身，它是现实的存在；一种是未来我们叫做隐业，隐身到六道的业跟满业，这些业有隐业跟满业嘛？你是做男的、做女的、做人、做畜生，漂亮不漂亮，庄严不庄严，聪明不聪明？好，那么这一些都在这一生累积，叫做有。叫做未来的潜在，这个上次应该跟大家讲过，这个有讲过吗？啊，你们不知道哈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讲现实的存在，现实五蕴身心的存在，跟未来生命的潜在，啊，就现在啊，生命的存在，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果报身，那未来还有一个果报身，就是现在累积的。现实生命的存在，也可以讲现在啊。那么未来生命的潜在还没，但是它已经在酝酿了。从现在开始酝酿未来的果报啊，未来生命的潜在啊，就好像啊，我们生病啊，还没有病，但是已经有生病的病相了啊。未来生命的潜在。这个就是有，那么生是现实生命的存在，生死是现实生命存在。那么你现在的生死怎么来的？是由你过去啊累积来的，那现在又造作未来的，所以就是有。所以生从哪里有？从有，从这个业啊，从这个潜在业力的潜在。所以爱取有生，生前面是有。生前面是有，啊，生前面是有，那有又怎么来？爱取来，啊，就在讲这些哦，你要好好想哦。那我们起烦恼的时候，就从这边想，从缘起想，我为什么起烦恼？我起烦恼有什么现象？会苦吗？我为什么会起烦恼？我是想到什么？我是执着什么？想到什么？这两个重点。那么，那前面会讲，他现在就讲这个啊，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？会有苦？会有烦恼？会有业？或业苦？佛法非常好用，就是你不会用而已。你会用，它真的就像灭火器一样，火一来就灭掉了。那么最大的智慧就是根本不会让它起火。那实际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他说这个有从哪里来？从取，只取，取从贪爱来，所以叫做爱取有。那为什么会贪爱？面对境界错误的观念。面对境界，那么起不如理的思维，那么所以这个爱
爱取就是贪爱，那么就会产生业。那为什么会爱取呢？追究到前面就是无明，带着我见，面对境界升起我爱，造种种业，这些业就形成未来生命的潜在。那么等它成熟的时候，就变成现实生命的存在，就开始又生老病死，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。你要好好想这些东西哦，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。这个不是平常上课的时候念的，就是平常面对境界的时候起观照的，非常重要。如果你能够常常这样想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在僧团里面，在僧堂外面，在寺院里面，在寺院外面，自己一个人面对很多不同样的人，好的不好的，你都从缘起法里面去看，我告诉你，有烦恼很容易就消除，没有烦恼不会特别起烦恼，起了烦恼很容易结障，真的。所以缘起非常重要。我们多数的人都是石头压草，拿阿弥陀佛来压，拿咒语来压，拿经典来压，拿八十八佛来压，我告诉你压不住啊，偶尔压得住，实际上你没有把那个根本解决掉，它压不住啊。所以你一定要常常观缘起，缘起是佛法的什么核心，缘起是佛法的核心。佛法是对有情讲的，有情中的人是佛法的重心，所以佛法是对我们说的，是对我们学佛的人说的，是对于我们想修行的人说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在讲有无二见，灭无语。那有跟无，好，那这里有因有缘世间起，世间有三种世间啊，我们先来看哈。缘起重要就是此故彼啊，大家记住。此故彼就是两个，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。好，那此有故彼有就是有因有缘世间起，此无故彼无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因为有这个所以有那个，因为这个消失了所以那个就不存在。好，那世间重点在三种世间，有情世间核心是有情世间，所以佛法是对有情说的。那有情世间里面的天，它基本上讲五道或六道，天人不太有闻法的机会，闻法也不太有能够修行，三恶道有障碍，三途八难都有障碍，没办法修行，阿修罗也没办法，也在四恶道里面。好，所以唯一比较好修行的是人，有情世间主要是以人为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讲五蕴。五蕴是针对人说的，其他的不一定有五蕴，所以五蕴世间，这个世间，这个五蕴世间是有情的正报。另外，国土世间是有情的依报。那么这个是国土世间是有情的依报。所以佛法是针对有情说的。那有情中主要是人，主要是人，那五蕴色受想行识，那么这是有情的正报。那么国土世间，轨道的世间没有太阳，天人的世间没有黑夜，人的世间有白，有太阳有月亮，就是有白天有黑夜，那有苦有乐，天人的世间不太有苦，三恶道的世间不太有乐，那么地狱是纯苦无乐，无色界天是纯乐无苦，所以人苦乐参半，好修行，比较容易接受佛法，也比较会修行。天人在享受，很可能是长寿天的三途八难之一，三恶道没办法，没有能力修学佛法，那所以这个一个是正报，一个是依报，所以我们讲这个世间主要是有情世间。那么有情世间，我们讲最重要的是无明。无明是什么？不知善恶，不知业报，一切法你不知道实相，不知道究竟。但是根本无明是什么？不知无我，就是不知缘起。
不知缘起无我，就是无明，实在根本的无明，不知缘起无我。因为缘起必然是讲无我的，所以生死轮回的症结在我见，执着有我。那么由我见起境界，因境界，因过去的业啊，比如说因为你过去累积的这些错误的业跟行为，那么影响你现在面对境界的态度。这个人刚才骂过我，所以现在这个人听他讲话我就讨厌啊。那因为你会受过去的影响，那么在面对这个境界起不同的造作，所以处啊，这前面这个爱的前面是受啊，你的感受。那么受的前面是什么？触。触是什么？面对境界的种种的反应啊。所以触受爱取有，触怎么来？根尘是合合生处，六根对六尘产生。我们看见这个人，听见这个话，产生种种的烦恼，这些烦恼造作行诸身口，就变成业啊。那么不断循环反复，不断循环反复，好的起贪，不好的起嗔啊，就这样不断贪嗔循环。那么这些不断就累积成未来的潜在，由现实生命不断的爱取有，那么渐进，我们叫做渐这个进，因心因进转，我们的心不断追逐这个进，我们叫六根攀缘六尘。那么追逐这个境，那么随着这个境转，那么造种起种种的烦恼，造种种的业，那么这些业让我们现世受苦。那么这些业如果没有解决，它又累积成为下一生生命的五蕴，那么又继续受苦。其实这个是佛在菩提树下发现到的什么实相？这个就是实相。实相是什么？如实啊，就是如实的这样的法相啊，就是我们叫实相。好，那这个正见啊，就是般若啊，如实正观。阿含经常讲如实正观，或是如实正见。如实正观世间级的，如实正观，你。如实就是如其事实，如其事实的去以智慧去观照啊，观照这个世间人是怎么样的，生死是这样来的，苦是这样来的，烦恼是这样来的，业是这样来的，我也苦吗啊，人是怎么流转的，生死是怎么流转的。那么如实你去正确如实正观世间级的。好，如实正观世间级的，在这里啊，如实正观世间级的，就是这样，无明缘显行缘识。怎样不生世间？因为有因有缘，持有就故彼有，你不会觉得没有，你不会落入断灭。如实正观世间级者，不生世间无见。啊，世间主要是有情世间，啊，不生世间无见。啊，我们把这个擦掉了。不生世间无见，你不会觉得没有善，没有恶，没有业，没有报。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，没有生，没有死，死后就没有了，不会有，因为有因有缘就有，不生世间无见。如实啊，我们把这个写完就好了啊，所以再下一个。好，如实正观世间灭者，你如实的去观察，以智慧来观察，知道这个没有就这个没有，此无故彼无，那么如实正观世间灭者，不生世间有见，你就不会觉得有一个
恒常不变独一自主的灵魂，自信我不会，你就不会觉得有长生不死的啊，有长生不老的，不生世间无间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里，先下课。